当你测试你好兄弟的底线。不是哥们儿，你来我家你穿一身黑，你呲个大牙一乐就一张牙花搁那飘着，我瞅着老害怕的了。不是人，我寻思给你送个大米来。扶贫呢？不是，我那个过来，咱说，我想挑战一下底线。你别害怕，我看人家网上做那个忍耐力挑战，我寻思看看你能容忍我到什么程度。我想，哥们，我说实话，我觉得一直以来我都非常之包容你了。那人家我大米都带来了，你就看这大米的份上，就咱挑战一回呗。你去，来吧。杨怀南，你给我过来了。咋的了？咋的了？来，你过来给人看看来。啊？你是不是有火没地方卸了啊？我问你啊。为什么？你他妈上男科看看去，行不行啊？我看啥男科？这屋里干燥。哎，干燥，来，你过来来，你给我把这个都给我舔干净了，不舔干净你别想出去啊。给我来一会儿呗。来一会儿。妈，太烫了，你吃吧，太烫了，吃不了。不是，是不是有病啊？宝贝儿，你给我出来，你老公知道吗？